我看你们滑雪都挺厉害的。他我就会换刃，我刚会换刃。那也很厉害。还行，我都会换都不会换，换刃还行。他给我看那个视频，我问他你滑雪水平怎么样？里面各种转360、720，然后到真的给我看了一个视频，我问你是你吗？他就跟我说真的是他，然后我就信了。我来这个节目之前我就说王彦霖滑雪超厉害，你知道吗？他特别牛。你把聊天记录我看看，你什么时候发的？拿朋友圈，你朋友圈给我看的。你把聊天记录给我看。你拿手机当场给我看的，是吗？对啊。行，那我当时有这么回事，确实。结果呢？他现在。他本来是他给我看的是720，他现在能滑那个转360，那也很厉害。是跳起来转还是平地转？跳起来转。哦，那很厉害。他还能冲那个坡走转一圈。小贾变了，真的，龙哥，是吧？没有关系，我就一段时间就是。叶林，我期待看你360。反正我们节目叫我就负责那个有趣的部分，你们就负责滑雪的部分。你负责滑雪，我负责滑雪，我负责滑水。